第四班千二，第二睇一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有猎宝勤啦，中间咧就皇帝英豪红衫啦，粉红衫让爱高飞啊，三位系皇帝英豪啦，第四位外边咧就你知我得啊，第五位黄衫啊燃心星啦，外边啊五福星啦，中间粉红衫大约第七位咧，仲有呢只让爱高飞啊，内栏第八就精英至尊啊，尾四系进步腾飞啊，后边三只完美烟翼、三代同心同埋只真好运啊，暂时包尾啊，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啦，咁啊猎宝勤就拍住精英大师入嚟噶，咁啊见到中。中间你知我得追啦，外边啊五福星啦，马林中间精英至尊啦，最出嗰只就进步腾飞啊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马就系进步腾飞啊，中间系五福星啊，埋边位置仲有一只你知我得啊，进占第四位精英至尊啊，接近终点进步腾飞又得名到开斋啦，第二名系五福星啊，你知我得第三，精英至尊跑第四啊，咁啊跟守住个二搭尾四嘅位置。咁啊，轉彎就揈出去外邊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匹馬轉馬房，咁啊，亦都係尤達榮嚟到香港重練以嚟第一場嘅頭馬。五福星第二，你知我得第三，精英至尊跑第四。恭喜曬尤達榮，從喺～